创意理财尽在运通。全国投资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趋势指标，我是启发投顾郭先生。台北股市今天开高以后在平盘做震荡，那中场过后主力做手进场拉抬所谓的小鹰概念股，比如讲生技的部分跟太阳能的部分，还有部分电子股。那中场过后就在高档做震荡，那今天涨72点，量只有652亿。所以我都跟各位讲这个盘在520之前，当所有的投资朋友看不好，你反而要看好。那我之前跟各位讲过，加权的部分从7627涨到8840，压回0.618的地方是在8090。我是不是跟各位讲过？我一再强调，一而再，再三，再而三，三番两次，而且不止一次的跟各位讲，8090以下属于超跌，对不对？这我事先预告给各位，我没有事后哦。好，那我们看看我们手头上的股票，宏杰科在低档这里叫你买，你绝对不会买。那投顾老师他是不会在这里介绍这种股票，好，投顾老师一定要介绍涨很多的股票。那告诉你，光环告诉你要在这里买 ，TBK 我都有证据哦。我都有扣讯给各位了 ，TPK 叫你在这里买，凯盛 ，TPK 叫你这里买，凯盛叫你在这里买，对不对？那我一直跟各位讲我在做股票，一定是压回整理，跌势买，我一定是买在相对低。我跟其他的分析人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，我不会去讲涨很多的股票。那一般讲涨很多的股票，我如果再讲，就代表我要去卖它，了解吗？那一般的散户不会在低档买，只有谁会在低档买？第一，主力做手；第二，技术高杆者；第三，就是像我这种事先预算的。那用我这种方式比较容易赚钱，听得懂吗？所以我等下，你看到我车标旁边写的是什么？车眉洗辛苦，啊，车眉看有嘛？洗辛苦嘛，啊就肥皂的沙粒都乌白抹啊，对不对？沐浴都抹啊嘛，啊，都乌白乱冲嘛，哦，乌白乱冲嘛，因为他看不到嘛。哦、我不是在，我是在跟各位讲说，很多做股票的人，对，跟他亲像，青眉洗身躯，乌白乱冲，冲来冲去，冲久绝对输钱，佫出代志。听我的意思无？你要懂得事先预算的技术，这也是我开辟这个节目的一个所谓的宗旨。你注意看，郭先生电视节目就是跟人家不一样，我都是压回整理跌势买，我从来不买涨很多的股票，因为现在看电视的投资朋友都已经很清楚了，在介绍涨很多的股票就在做生意，在介绍涨很多的股票就是在讲绩效，就是在招揽会员，然后你参加以后，他就是一样叫你去做追多的动作，郭先生不来这一套，我都事先算到压回在低档，我就在低档买。那你看我电视节目，你要不要跟随便你？但是我带我会员一定是这样做，而且我股票不会乱换标的，不像一般的分析人员，什么股票涨他就什么都有，随波逐流，然后买一大堆股票，我不做这种事情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谈5月16号，告诉你5月17号，我说正对收箱上在8100。过三关价的中关在8090，这昨天告诉你的哈，正对收向下在这里，破三关价的中关在这里，所以5月17号的加权技巧，我跟哥哥讲这样，老师今天完全不准，完全不准，那完全不准，我是告诉各位，你是我会员，你要懂得做调整啊，我们有事先预算的能力，一般的技术分析是没有。传统技术分析是做不到，那我们可以事先做预算，我们一开盘就可以去做调整，那这个你说我会员我就会教你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谈谈怎么做调整，这加权的部分哈，那我跟各位讲哈，我有带棋子哈，加权是这一根，这5分 K， 5月17号9:05就这一根，我没看到，
我只看到开盘，那我就去抓了。哦，原来今天的高点在什么地方？因为开盘的位置在告诉你今天主力做手要怎么做，了解吗？他告诉你今天他要拉到哪里，可能要杀到哪里，所以他告诉你，哦，原来今天回来低档大概在8058，那今天的最低就在这里，8047，这个点是8047，我这边算8058，然后顺便算出它的高点大概在8145，那今天最高是在多少？8152，收盘就8140。那也就告诉你，如果可以事先做一算，一开盘你就可以算出这个高点，这个低点。那我问各位，这样能不能赚钱？可不可以？应该可以的哈。所以我跟其他投顾老师不一样，其他投顾老师每天告诉你什么亚洲什么王的，每天告诉你他赚多少赚多少，从来不突锤，每天都是赚，一天都赚好几百点。那你想他在干什么？反正发了一大堆扣讯，只拿对的那个上来讲，族群很多，有清代，有转折，有当冲，有其有什么软体，还有哦什么名堂有够多的啦。你如果是他会员，我问你，你一天的扣讯是不是一大堆？买的价位一大堆，空的价位一大堆，最后呢，只拿对的那个高点跟低点的那个扣讯出来，在节目上面讲，如果我没有做，全额退费。废话，当然有做，只是他做了很多。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他的很多会员都到我这边了。我一天只做一次，低点跟高点，我能不能赚钱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所以我跟哥讲，很多的投资朋友到那边去以后会回来我这边，因为真金不怕火炼。好，我也不会在节目上面讲绩效。我从来不在节目上面讲绩效，我只告诉你怎么事先做预算，好，加权的部分或者台指的部分，好，然后呢个股我怎么去买低点跟卖高点，就这样，好，希望你的脑袋 sense 够 ，sense 无，好，好 ，OK， 那这个就是我们事先算出来的，开盘在这里就算到高点跟低点，好，重点了哈，来，再来看一下哈。之前我跟各位谈哈，我都没看到，好，这个点，这个点，8875，我真算8917，好，啊，这个压回来，这边7840，这7627，那来到这边的时候，我是跟各位讲，开红盘以后，我都事先讲的哦，7627散户不会买。这边是7627，我在跟各位讲7627，这点是7627哦，低点就这个点，7627，我就告诉你会涨到8865，结果这边最高就涨到8840，有没有看到？然后来到8840这里，这加权的部分哦，我一样可以算台指期，但是台指期啊，金管会规定不能讲，但是我有带，那。来到这8840，啊，这边算8865，7627就告诉你这里会来，那真的来到这边，散户就在这里看好，这里散户看不好，散户会在这里看好，因为散户永远是在低档不看好，然后在高档看好，你用这种方式做股票，请各位注意，你一辈子不可能赚钱，你要事先算到这个低点，这边算出来。这个高点这里算出来，好，那来到这边，所有人就看不好了，对不对？就告诉你520魔咒，然后我就告诉各位压回来，我有看到后面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不是只有用三观价的切割率啊，其他技术分析哈，我还有哈，我就告诉你8090以下属于超跌，8090以下属于超跌，我还告诉各位，如果用周线角度，加权用周线角度。本周还在扣高，但是下周开始扣低，那未来扣低形成线上做多盘，就比来讲，这边扣高，它就会跌，高不过高，低破低，斜率向下，
你看不好，啊，你在这里看不好，那我就看好这周线的部分。那这个都事先算出来的哦，我不是事后哦。所以来告诉你，五二零以后会涨，但是大部分的投资朋友是在五二零之前放空卖股票，然后呢，五二零之后再开始进来追股票，错。那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卖股票？我问各位，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卖股票嘞？这里算八八六，这边八八四零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压回来告诉你八零九零了，这是波段的部分。好，啊，再来看短线的哈，你要看一个老师有没有料，就看他有没有办法事先做预算。啊，郭先生有三十年的经验，我在股市里面有三十年哦。或许你不相信，没关系，你不相信，我可以拿证件给你看哈。很多人说，老师，你看起来那么年轻，怎么可能会有三十年的资历？要不要拿证件给你看？我现在是有分析师执照哈，所以我在教他技术分析，教他观念，教人家如果事先买低点卖高点。好，这是我的著作。好，来看一下嘛哈。很多人告诉你操盘经验有几年，这是业务员的执照，我现在有分析师执照。民国七十八年第一次，这个人姓郭名宪政。七十八年第一次，我民国七十五年入行，听得懂吗？七十八年政府才规定说营员要全部考照。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我为什么看到很多投资们输得很惨，不管做股票，或是做指数，通通都一样。那很多人都受了其他投顾老师的骗。那我都告诉你如何低买高卖啊。好 ，OK， 五月十七号我们来讲五月十八号，正对收向上在这里，双关价的上限在这里，正对收向下在这里，双关价上限在这里。所以五月十八号加权的技巧是这样：八零八五、八一九五，好，这边是多头抵抗区，这边是空头抵抗区。这怎么算？只要你是我会员，我会教你。啊，事先做预算，没状况。如果纳斯达克跟道琼没有大涨大跌，就照这样。啊，那如果大涨大跌，一开盘我会去做调整。那你懂得事先做预算，你才有调整的本钱。那这个就是对很多的人帮助。来，那你要看一个老师每天告诉你他赚几百点几百点，很简单，就看这个老师敢不敢预告明天不能。哎，金管会规定不能预告期指，所以所有的老师学郭宪政来预告期指怎么做。那这个要有算法算数，这个都是我的 know how， 我的技术，只要你说我会员，我会教你，听得懂吗？好，所以说真金不怕火炼呐，啊。诶，对我者，哦，就是俄瑞郎这一条没有，我都是买在相对低，我从来不追股票，我不会像很多老师，什么股票涨就什么股票都有，然后呢，每天买一大堆的股票，尤其你注意哦，每天都有涨停板的，骗到戏边老主机，你听我的意思吧？不要那么笨，不要那么笨了、啊。好，所以我说认同我理念的哈，我教投资朋友全部都是事先预算的技术。那我们针对会员的部分，好，都每一季都会开课。那下一次的就是课程，预计在五月底或六月初，好，会开始开。只要你是我会员，我会教到你会。好，你未来在股市上面的操作，不管短线上的个股或加权或台指期，通通都一样；或是波段的个股跟加权或是台指期，我都会教你。好，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，你花一点点的费用，你可以得到一辈子的效应。而且郭宪政的费用是全投顾老师最便宜的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我想要教人家，因为我想要救一些人。需要帮忙想要跟着我一起做操作，认同我里面的最广告中时段电话。那我们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回到现场再跟各位继续讲个股的部分。是有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
要能事先规划，还有能预算的准确技术，才是赚钱的技术，而不是传统的技术分析。那为了帮助全国投资朋友，今天赚钱在家学秘籍，那我五月底六月初开始开课，好，速播02389-8689，02389-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哈夫妇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头部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头部，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，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，让自己沉淀，享受这片刻的宁静。 Choose your own life， 鹅牌气密窗。头痛请用五分钟，水气疼请用气疼五分钟，五分钟不好。回到现场，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一档哈，3234的光环哦，今天是在所有的光通讯里面，它是最强的。那今年到第一季它赚2.46，啊，基本面是 OK， 对不对？啊，今天涨上来，那我之前怎么跟投资们谈光环的？那我有没有买？重点是有没有买？5月11号买光环，全体会员，我不是对才拿上来讲。那现在我买的时候一定是在低档，好，来，那我们来谈哈，光环我买这里，5月11号在什么地方？在这里，5月11号，怕科技的说在的西，我不会买在这里，我会买在这里，好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来谈这个高点，我这里算出来，那这个低点我由这一段算出来，这个低点这一段，这个低点这一段算出来，这个高点这一段算出来，那这个低点怎么算？没有看到后面，但投资朋友一定会买这里，投资朋友一定这里不敢买，会买这里，了解吗？好，那我会告诉你，这边跌下去，反弹上来就是这个点，它是高点。好，那重点我要抓未来的一个所谓的低点，我没看到后面，那我算出来的一个所谓的低点，一定是散户不敢买的低点，而且是一定是利空，63块。63块已经利空，所以我一直跟各位讲哈，你要学习技术，要事先预算技术。我比较讲哈，来，我用这个东西跟各位谈一下，因为大部分的投资朋友都观念不清楚。好，不是买这里，是买这里，买这里，卖这里，买这里。那我没看到，我事先算出来。那这一段你怎么算？你用计算机可以算出来，但是你不会。不知道这样子算啦、啊，其实我跟你讲，你这个不用用软体啦，用软体那是没有用的，那个要有经验跟技术。那没关系，我教你怎么去算，你计算机来，计算机你就可以去算出这个低点，那、啊、就在这里。好，那我跟哥哥讲说，由这一个股价我就算出多头抵抗区，那多头抵抗区也是相对低，那你就执行买股。买股，好，好 ，OK， 那、啊、就在这里啊。那如果你学传统技术分析，这边跳空下开，十字线
杀多 K， 带量杀多 K， 怎么可以买？不可以买啊！但是呢，我会告诉你，这里是买点，这里是买点，买点。那它未来会涨到哪里？你会不会算？你会不会算？如果你不会算，那就代表你在股市上面，啊，你就是在博缴，好，定三立，定三立交金，啊，你过博无过赢，袂使，袂使安尼做，好，啊，是你就是亲像我侧标边下，青梅线股乌白乱冲，乌白乱冲嘛。你这样，你做的越久，你是赔的越多。那你要事先把它算出来，就这样啊。啊，这怎么算的？计算机就可以算出来。那我会教你。我都把技术线型转化为数字哦，清晰易懂，但是功夫深哦。那你可能认为说，老师啊，你就用这种方式算，不止啦，我还有其他的特殊技术分析，比如讲扣高低转折。来，你看哦，来到这边，这光环对不对？这个事先算的哦，原来来到这边。未来扣低转折形成线上做多盘，那扣低转折一定是跌势，但是我算出它未来要涨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外技术分析是更加不一样，你外面学不到，对不对？那既然这里个低点我抓得到啊，高点在什么地方我知不知道？当然知道。那高点涨上来一定是所有的投顾老师在讲，然后呢一定光环会出现利多，那我就会卖。就比如讲，我之前在这一段，我在这里买光环，上来到了这边，很多人就告诉你光环很好，然后外资调升光环的投资价到150，我在这里附近我就随便卖，听得懂吗？散户不会买这里，我会买这里，我卖这附近，这我之前讲过哦。好，那跌下来来到这边，我在这边买，那未来会涨到哪里？我当然知道啊，那你知不知道？你会不会算？那你还算出它是扣低转折哎？我5月11号买的时候，我就知道再来要扣低转折，形成线上做多盘，对不对？而且我都事先讲，我都买在低档。那一般的投顾老师，你注意看哦，他在节目上告诉你的股票，你可以注意看，都是已经大涨一大段的股票。你有没有注意这一点？所有投顾老师介绍股票，100个里面有98个，大概都介绍涨很多的股票。那我现在提醒你，钱多的话你去参加他的，好好 OK。再来看一下5264，凯盛，凯盛，我之前在这里买，告诉你这里要卖，对不对？我没看到，由这一段，我算出高点186，最高191，那下来我就告诉你106，这边是要买点哦，那这边是不是破线？是不是利空？对不对？那苹果告诉你苹果销量不好，那它是苹果供应链，然后毛利率减少，很多人就砍在这里。不好意思，我会买，而且我在5月12号，我在5月12号就告诉你，我5月13号要买哦。5月13号要买哦。好 ，OK， 我5月13号买这里，我不是今天才讲哦，现在是上来。那重点是我这里就已经跟各位讲106，那为什么这要在这里买？啊，都扣低转折没？对不对？啊，都周线的准备要扣低转折没？还看有无？对不对？这就低买高卖的一个所谓的技术，好，包括8086，宏杰科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对它嗤之以鼻呀、啊。有没有看到？告诉你，56块这里是买点，宏杰科，我4月21号就买，在这里买，现在这里，那为什么在这里买？因为这一段算出来哦，56块，那跌到这边这一根是破线，破线怎么有人敢买没？破线跌的越多，它才有超利润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那它未来会涨到哪里？我已经告诉你，最少这里会看到，这就是事先预算的技术。当然，你认为我这样子算好像很简单，对，看起来是很简单，但是有很多的组合的技术分析都事先预算。我只是把结果告诉你，那你学到以后，你未来加权跟个股高低转折点都会算，尤其在台湾做期指的，
早跟晚你都会来找我，我只告诉你这句话。所以我来讲哦，趁钱学技术的，找我；趁着跋筊的，小贪两家人的去找别人。需要帮忙想要赚钱学技术的，今天全面给各位大优待，最广告中时代电话，祝各位明天操盘顺利。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无限可能，现在申请还有数位机上盒免费优惠哦，数位超 easy， 生活更 happy。 好，能事先规划的准确技术才是赚钱的技术，都是事先做预算。那针对会员部分，那我们五月底六月初开始开课，好，今天全面给各位五折，你花的只是一点点的费用，但是你学习到的却是一辈子受用，你就不用赔钱，你大赚小赚都赚。速播023898689，023898689。您是要消极的等待机会，还是要积极的创造获利？许发财富帮您启动制胜的关键，发现财富的钥匙，勇敢做出您明智的选择。咨询热线02-2389-8689，02-2389-8689。股海茫茫，千变万化，多空趋势如何掌握？其实你可以有更好的选择。启发投顾卓越理财团队整合优势资源，以领先实力和一流绩效成就您的财富和美好人生。最好的选择永远只有一个，启发投顾。02-2389-8689，23898689。头痛，请用五分钟。嘴齿痛，请用气痛五分钟。五分钟，好。台北市有线电视新选择，北都数位有线电视挑战台北市最低价，平均月付350元，立即享有全数位高画质影音、高收视率频道，通通有，再送数位机上盒。现在就换北都数位有线电视，0809-096-111，早鸟申办更多优。